真带劲儿。哎，你们看，在动呢。你看，真动呢。哎，那是云彩在动。你看，郭恩叔叔还要到井架顶上挂红旗呢，这么高，真吓人。小明，躲远点，小心冲击倒下来。真高，伸手就能摸着云彩了。海龙，你敢到井架顶去吗？敢。古人叔叔要是答应，我就能上去抓一把云彩给你们看看。谁这么大胆要抓云彩呀？啊！李叔叔，李叔叔，叔叔，钻机干嘛这么高啊？为了要到很深的地下去找油啊。李叔叔，我们海岛要能变成大型油田，那就好了。是啊，会实现的。海龙，又在缠李叔叔了。陈伟强同志，王组长，你们也来了。方面干劲真行啊，这么快就把井架竖起来了，向你们学习啊。我们应该感谢贫下中渔对我们的支援呢。你们到岛上来钻探石油，对我们的鼓舞很大呀。你看，大人孩子全轰动了。是啊，井架就像一块大吸铁石，把大人孩子全吸引过来了。咱们的井架一竖起来，一定也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啊。是啊，我们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。咱们到屋谈谈。李叔叔，海龙啊，不要打搅叔叔们工作啊。哎，注意安全啊。哎，哥哥，郭瑞叔叔怎么知道地下有石油？有没有石油，钻机要往很深的地下找。那到底有没有石油？没有石油，郭瑞叔叔到这儿干嘛来了？保证有。啊、哦，要出石油了。阿柳树、啊、咱们这要出石油了。啊，是啊是啊。看呐，红旗飘起来了。哎，你看，张阿姨，我帮你装吧。好，别弄乱了，把每堆上面的木牌也都装进去啊。哎，这有什么用啊？我们要分析这些沙样，还要分析其他资料，然后才能知道石油储藏在哪儿。要是弄乱了沙样，那怎么样？要是弄乱了呀，那就会影响工人叔叔的整个钻探工作了。哦，这么重要啊。海龙，你帮我看一下，可别让人乱动啊。哎，海龙，天快下雨了，咱们搬个仪台进去。阿六叔，别动，不能弄乱了。哎，小心点，怎么会呢？来，一块抬。别动，张阿姨不让动。张阿姨来了。张同志，天快下雨了。来得及。海龙，要下暴雨了，回家吧。瞧，全湿透了，快到房里换换衣服。没事，哎，走。
吧，走吧。张阿姨，这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吧？是啊，你们看，上面有什么东西？要能钻到这些带小虫、小螺的化石，就快找到石油了。咦，真有小螺呢，还闪光呢！快放下，别打了。李队长，注意了！叔叔们进来休息一下吧。休息，钻井一开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，他们呢都不愿意休息。那李叔他们可真辛苦啊！一颗红心，一双手，我为祖国献石油嘛。咱们李队长啊，西北大沙漠他走过，冰天雪地大草原他竖过井架，荒无人烟的盐碱滩他还打过井。他以王进喜叔叔为榜样，把艰苦当光荣。我长大了也要当石油工人。欢迎啊，李叔叔。李叔叔，李叔叔。李叔叔，刚才你上的可真高啊。你上的那么高，我心里啊砰砰直跳。没什么，比起你们爸爸妈妈在大风大浪里捕鱼差得远了。李叔叔，快讲讲你在大沙漠大草原钻采石油的故事吧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哎，你们看，咱们这个岛啊很快就要出油了，我们还要在海上钻出石油，那才带劲儿了。在海上？对，那个时候啊，咱们国家的石油就像海水一样，掏也掏不尽呢。太好了，石油就像大海的海水，永远掏不完。可是你们要记住，咱们国家的石油自己是毛主席只因我们石油工人跟天斗、跟地斗、跟地修反斗出来的。我刚才看见你这么一斗，就把钻井给斗好了。咱们这口井啊，要顺利地完成任务，不仅要和风雨斗、和困难斗，还要时刻提高警惕，和接济敌人斗。海龙，画完了没有？嘿，画的还真像啊！我长大了，也要像李叔叔他们那样，把艰苦当光荣。哪有石油就到哪儿去，那多带劲儿啊！我啊，还是当渔民，驾着大渔轮。到老远老远的大洋大海去，专捕大鲨鱼、大鲸鱼。那时候，你可供足我们石油啊！没问题，你要多少就给你多少。你们说的我都喜欢，可我还想当一名解放军，保卫祖国。要是毛主席叫我当解放军啊，我就扛着枪给钻井队，站岗放哨。海龙，你们做功课呢？我们早做完了。那说说你们小组向雷锋叔叔学习，都准备做什么？你先说。你们小组准备做些什么？我们利用课余时间给钻井队打柴。你们呢？那当然是最有意义的了。你们看，好像星星，天天向上。
海妹，捡了多少好看的贝壳啊？哥哥不让出海，到哪儿捡到好的？我看。你看。哎，丢在地下都不会有人要。我们是送给钻井队叔叔阿姨做纪念的。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在哪儿捡的？快告诉我。算了，送给你吧。给我。啊，你不说送给钻井队叔叔阿姨吗？来，快拿着。真好看，非气质哥哥他们不行。哎，要我说啊，钻井队从井底下钻出来的闪光石块那才好看呢。什么？有闪光的石块啊？你不知道，绿的、灰的、黑的、白的都发光，可好看了。我不信会有绿的、黑的、发光的石块。你不信？不信到钻井队看看。好，我去看看。海妹，来，把这两个给警队叔叔阿姨他们吧。啊，哎。海妹，贝壳送去了？送给张阿姨了，她还说谢谢你呢。谢什么？以后我捡到你再给她送去啊。阿六叔，钻探机真的钻出很多闪光的石块来呢。你看，听我的话没错吧？石块上还有小虫小螺呢。啊，石块上还有小虫小螺？哼，我不信。就是有嘛。没听说过，你别骗我。谁骗你？你看。在哪儿？你看上面不是有小虫小螺吗？啊，嗯，这可得好好看看。嗯，真新奇，活了几十岁了还没见过。哼，你不知道呢，钻到了这些小螺，再往下钻就找到石油了。你怎么知道？阿姨叔叔他们说的，我在一旁听见了，那还有错啊？阿姨他们还说什么来着？说些啥我也听不懂。对了，他还说这是多少万年前的东西呢。嗯，这可是宝啊。好，快拿去给小朋友们看了啊。阿六叔、啊、以后你捡的好看的贝壳都要给我。哎，都给你，你放心。捡了这么多啊。海妹，你捡的贝壳呢？我都送给张阿姨了。哎，你去钻井队了？那可不，四个虎皮贝壳你气吧。你呀、啊、就爱到处乱跑。你看这是什么？石块，有什么稀罕？仔细看看，上面还有小虫小螺呢。吹牛。你看，告诉你们吧，这些都是多少万年前的东西呢。我才不信呢。张阿姨讲的，那还有错啊？谁给你的？谁也没给，我从一堆石块里捡的。你怎么随便拿钻井队的东西呢？我是捡的嘛。海妹，哪有小螺，净说瞎话。保证有。你找出来看看。哎，我数过有两个带小虫两个带小螺的。跟你说过多少次就是不听，要是丢了可怎么办？都给我。嗯，我还要玩呢。还玩？这是玩的东西吗？别玩了。
知道哭。你说你是从哪条路回来的？我就从那条路回来的。海龙，咱们沿路去找吧。一路上我都用手捂着口袋掉不了的。路上有没有给别人看过？阿六叔看过。那咱们去问问阿六叔。不，报告王所长去。王阿姨，我们一定要把丢的石块找回来。我们去问问阿六叔。不用了，好人捡到了不要紧的，要是坏人拿了去他也不会承认的。阿姨，那能找回来吗？不让你拿钻井队的东西你就是不听。我也在着急嘛。海妹，以后不要随便拿钻井队的东西玩，知道吗？嗯。你们发现石块丢了就及时来报告，做得很对呀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卫钻井，不让敌人破坏。王阿姨，让我们站岗放哨吧。站岗放哨是重要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在头脑里站岗放哨。阶级斗争是复杂的，你们要记住，就是在玩的时候也要提高警惕。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。哥哥，警惕的警字怎么写啊？敬礼的敬，下面一个言字。啊，知道了知道了。一会儿又不知道了。多写几遍，就是在玩的时候也要提高警惕。海龙，海龙，别忘了啊！告诉你，连部在开会。什么会？不清楚，可能有什么事儿。陈书记、王所长、民兵长他们都去了。是不是要搞军民联防演习？我看差不多。咱们红小兵参不参加？别急，先去问问陈伯伯。小明，我也去。你先做功课，有事儿我叫你啊。韩妹，你在家做功课，别乱跑啊。哼，就许你们去。哎，叔叔，我们找陈伯伯，陈书记。正在开会，你们等一下。我们有要紧事。海龙，王阿姨。海龙，你们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啊？王阿姨，是不是要搞军民联防演习？是不是今天有什么行动？谁说的？我们猜的。你们可真会猜呀，我看你们比大人还性急呢。快回去做功课吧，我们都做完了。你给我们任务，我们马上就走。任务？有任务啊，陈伯伯他会告诉你们的。一切行动听指挥嘛。知道了。你们看，孩子们都来要求任务了。这些个红小兵啊，嗅觉还真灵呢。是啊。好啊，今天晚上让他们来一次集合演习演习，可以培养他们常备不懈的思想。好啊。老陈呐，现在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拼命争夺石油，他们千方百计想搜集我们国家石油的战略情报，对我们这里的石油勘探当然也不会放松。是啊，根据上级发来的敌情通知，敌人要派遣特务从我们这带爬上来，我看目标啊很可能就是这口钻井。是啊，爬上来的敌人不一定熟悉情况，根据孩子们丢石块的情况来看，很可能有隐藏的敌人跟他里应外合。我们除对海边加强防卫外，还要把可疑的对象控制好。可疑的对象我们都做了控制部署。敌人从什么地方爬上来，爬上来要干什么？
我们要多设想几种可能。咱们把掌握的情况再具体研究一下，定出几个方案，然后向上级汇报，听听领导的指示。好，就这样，要严肃认真啊。嗯，待会儿我去看你们。老陈呐，海龙爸爸妈妈出海捕鱼，这孩子老让你操心。这是应该的嘛。海龙，给我们任务没有？给了。告诉你，我爸爸拿枪到钻井队站岗去了，赵军他哥哥和解放军都到海边巡逻去了。哦，怪不得陈伯伯让我们集合。我们的任务也和大人一样吗？那我就叫赵军他们几个，怎么样？不，全体集合。这么晚还全体集合？要服从命令。海龙，时间到了。我就去。我去拿罗浩，咱们马上集合。你可快点啊。真不错呀！啊，陈伯伯，哈哈，有劲头，像个民兵小战士。哈哈，听到了罗号声，都到齐了吗？到齐。好，我们红小兵啊，就是要保持这样的好作风。天都这么晚了，还紧急集合，大家知道有什么意义吗？陈伯伯，快给我们讲讲。嗯，我们这个海岛啊，是边防地区，大家都应该提高警惕，做到常备不懈。我们也要学习民兵叔叔，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招子即来，来子能战，战子能胜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谁？你这有鲜龙虾卖吗？潮水大，打不到龙虾。有晒干的没有？有，两斤一两。
我是2018，姓石，石水波，是你表姐夫派来的。敌人已经爬上来了，没有惊动。是。情况要有变化，我们马上汇报。好。荣阿六是个狡猾的家伙，到底露出来了。阶级斗争的规律嘛，敌人再狡猾，他也要暴露的。是啊，荣阿六的父亲，解放前在岛上摆过烟摊儿。荣阿六是前几年从外地迁来的，他迁回来的时候要求出海打鱼，我们把他安排到搬运站工作。他回来以后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，工作也不积极。可是，钻井队上岛以后，他对钻探石油却特别感兴趣。上级有什么指示？注意敌人下一步的活动，要钻井队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卫工作。好，你马上通知李队长。好。咱们还是按原定的计划执行。表姐夫接到我的信了吗？不接到你的信，我怎么来找你？你住的这个鬼地方可真难找，表姐夫对你很不满意。对我？眼下世界出现能源危机，表姐夫急需得到共产党的石油情报，特别是这一带的石油勘探和储藏情况。可你按兵不动。钻探队人数、钻探机设备跟几块地层标本都在这儿了。这些都是重要的，可是表姐夫要你把这口钻井的钻探资料全部搞到手，特别是原始路径剖面图和油商，还有井架的准确位置，表姐夫那边也急需知道。哪儿那么容易？你们在外边不知道我搞这点情报有多难，我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得了，表姐夫是知道你的难处的，要不我也不会冒这么大风险来找你。可我赤手空拳。都给你带来了，这是活动经费。电台，两个打火机，这个是照相机，那个做掩护。这是什么？炸药。炸药？表姐夫计划，这口井要是喷出油来，你就把它炸掉。炸掉？一定要炸掉。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搞沉。怎么了？害怕了？表姐夫重用你，这可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好吧，钻井队已经钻到油层了，这样你再等一天，我把你要的都拍下来一起带走。可现在船还在海上等着我呢。来，你先用电台联系一下，让船再等一两天。来，陈伯伯干啥？猜啥？他那么急急忙忙的，准是去要求站岗放哨呗。去了这么久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雅根，你去找找他怎么样？你急啥？海龙啊，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啊。来，哎，
你是怎么发现荣华绿有个新打火机的？他向来抽烟用火柴，可是我刚才看见他用打火机抽烟。你确实看清楚了？真的看清楚了。他刚点着就掐灭了，东看看西望望，接着又点烟，一支烟点了好几次，不知为什么。他点烟的地方能不能看到井架？我想想看。哦，对，能看到。嗯，还有什么情况？昨天我们从王阿姨那里回来，我就想海妹的石块是给荣阿六看过才不见了的，是不是？好，你的警惕性很高啊。咱们红小兵啊，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来保卫井架。哦，还有，海妹告诉我荣阿六要帮他们给警队送柴。好嘛，那就让他送吧。你们准备干什么？老师布置我们继续为钻井队做好事。那就按照你们的计划进行吧。哎，海龙啊，还要继续提高警惕。是。看来敌人活动的目标还是要搞几口钻井的情报。敌人正在加紧活动。好嘛，那就请他上钩吧。小明，海龙，海龙，咱们今天有什么任务啊？昨天不是说过了为钻井队做好事吗？不站岗放哨？不站岗放哨也要提高警惕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大家说咱们学雷锋小组为钻井队做什么好事？那咱们去鲨鱼嘴捞贝壳珊瑚抓龙虾去。对，慰劳慰劳石油工人叔叔。哥哥哥哥，我也跟你们出海去。老师不是说让你们给钻井队送柴吗？回来再送也不晚嘛。这是分工嘛，下次再带你去。给，听话啊，按老师给咱们的分工走啊。哼，净欺负我小。海妹，不说给钻井队送柴吗？咱们早点去好不好啊？Thank you.
会。哎，眼看差几步就到了。阿六叔啊，我们自己送吧，谢谢你了。好，我在这等你们，你们快去快回来。好。大姐，喝点水啊。那边有。啊。你也喜欢贝壳啊？是啊，小朋友送的。你要是喜欢，我那还有啊。啊，谢谢。老乡，请这边坐。啊啊，哦，这儿不能抽烟啊。可以抽。啊啊。啊，您抽烟。好，谢谢。阿六叔。啊，阿六叔。啊，来了来了。造的像个水雷，老师讲的水雷哪有像屁管，不像是水雷，像医院里病人用的瓶子。咱把橡皮管拧下来看看。哎，别动，你又怕了。王所长不是讲过捡到认不清的东西不让乱动吗？这是个可疑的东西，快把它拿回去报告王所长吧。走。还有海龟呢。哎，刚才咱们从大石头缝里还拿到一双怪鞋，现在哪儿？在这边沙滩上。你快去把它拿来。哎。一双大塑料鞋，你见过谁穿这样的鞋？赵军，你把船摇回去报告，我和小明到岸上再找找，看看还有什么可疑的东西。那我们到哪儿接你们呢？不用了，我俩从小营湾椰林走回去。靠岸。
时候怎么会有波谷鸟叫？叫的也不像。原来是你们呢，我还以为是博古鸟叫呢。你是谁？哦，我是钻井队的工人呢，你们不认识？钻井队的工人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星期天想出来打几只鸟。打鸟？怎么不带鸟枪？先出来看一看有没有。这是不是你吃的？啊，是我吃的。天热，解解渴。哦，这是犯法的，对吧，小朋友？好，我赔款，我赔款。剩下的钱买糖吃吧。啊？谁要你的钱？把证明拿出来，我们检查检查。这是我的证明，你们看吧。我看看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敢检查我的证明？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，不给检查证明就是不行。把你带到派出所去。对，到派出所去。走到派出所去。哎，不给检查证明就是不行。你们干什么？到派出所去。去去去，走。别碰我。哎，这不是钻井队的工人师傅吗？荣师傅，怎么回事？他偷吃生产队的椰子。啊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？这就不对了。我检讨，我检讨。检讨，检讨也得到大队部去检讨。这点小事还惊动大队长。工人师傅，这几个椰子啊，我赔了啊，谢谢。回去跟你们领导好好检讨。我一定检讨。来，快去吧。不许走。
咱们红小兵说话要和气，要注意影响。什么影响？哎，他是工人叔叔嘛。你真的认识他？认识，怎么不认识呢？这样吧，你认识的就交给你办吧。好，交给我行。小明，咱们走吧。快回去吧，小朋友等着你们给钻井队送柴呢。我采着草药去回来。你们拿到了潜水工具，砍断了敌人逃跑的手脚，做得很好啊！咱们红小兵在对敌斗争中还要继续发挥作用。哎，海龙和小明呢？海龙让我们先回来报告，他和小明再去找找，看看还有什么可疑的东西没有。他俩从小营湾走回来。哦，好了，你们先把海龟啊送给钻井队叔叔去吧。陈伯伯，巴特。嗯。哎，要保守机密。哎，什么时候行动，早点告诉我们。听集合信号。是。立即通知执行第二个方案。是。阿六叔，车子给你送回来了。不是说先回家吗？怎么没有人呢？全岛的群众都行动起来了，这就给敌人布下了天罗地网。李队长报告，荣阿六窜到地质房，对着图纸打了两次打火机，把假图纸拍走了。陈伯伯，陈伯伯，我阿姨。海妹，慢点说，什么事儿？阿六叔说肚子疼，先回家。可我还车的时候，门紧关的，屋里没有人。你看清楚了吗？嗯。你去把赵军、雅根找来。好。看来荣阿六这个狡猾的家伙，他可能没有回家，半路上偷偷的跑掉了。爬上来的敌人也一定和他一起跑到鲨鱼嘴或小营湾去了。海龙和小明也从小营湾回来。是啊。为了防止孩子发生意外，我的意见，咱们的行动还得要加快一些，你看怎么样？对，我马上找张队长商量一下。搜索小营湾和封锁海面要同时进行。嗯，你去把荣二六家搜查一下。好，就去。算把两个孩子打发走了。哼，你别高兴得太早了，孩子会轻易地饶过咱们。我看你得马上转移。转移？哼，我看呢，你上共产党吓怕了。这是我多少年的观察。表姐夫要的，拍下来了，都在这儿呢。好好干，我回去就给你请功。告诉表姐夫，我就等着那一天了，可是你得马上转移，越快越好。干脆我马上就走，我用电台联系一下，让船马上来接我。你到鲨鱼嘴去，把氧气瓶脚蹼都取出来，就在那儿等我。电台呢？就藏在那儿，我马上就去，越快越好。是你们俩，快放下！哎，小明，快跑！
你还往哪儿跑？小孩，你下来，我跟你一块上派出所好不好？你等着解放军来抓你吧。好，你等着。往哪儿追呀、啊？罗浩一想，明明马上就要来啊，那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先走了。你到哪儿去？你怎么能一个人走呢？你可能我，你自个儿找地先躲起来吧。哎，那不行啊！你放开我，要走一块走。你发疯了你？哎，你干什么你？Thank you.
的螺号吹得好。陈伯伯，狗头想破坏咱们钻探石油。哼，那是痴心妄想。接应的敌船也叫解放军给捕获了，只要我们提高警惕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，任何敌人都不能得逞。